我们知道鼓浪屿的别称叫什么吗？
们是从天津过来的，我一看要唱我爱祖国，我心情不由由开始唱，反正后面词儿跟不上，完跟大伙儿哼哼呗，那心情是比较激动的。就我碰到就是离很远就听到这个歌声嘛，然后我就过来了，然后我就看到大家不就挥着国旗嘛，有跟着一起唱吗？有，然后我没旗子，然后我只能这样。我和我们祖国是唱出我们祖国的心声，唱出你自己的心声，为什么呀？对呀，美好啊，我们的国家美好，所以我们愉快，我们老了吧，现在还有老有所乐，唱歌，锻炼身体，然后呢，抑郁的心情。我们这一生啊，小时候呢，那时候咱们国家刚建成啊，还比较困难。到尤其改革开放以后，是吧？那首先吃的不差，穿的你看我这穿的这一件，据说是1000多，孩子给买的，对对，他非得给买。他说这个潮，这个是最新款的。我们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，我们是最幸福的人啦、啊！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美好，我们的人民生活更加这个安康幸福。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，为中国梦，我们也会努力奋斗的。感觉很自豪。想说